你们看这么大的棉花糖。大过我的头。礼物大挑战，就是里面会有一个好的，会有一个比较差一点点，看你们会抽到哪一个哦。我抽到这个，我抽到这个。现在里面还是空的。第一个对决的是 Jonas 和 Dana， 你们准备吧。剪刀石头布决定吧。剪刀石头布。哦，John的选择。预备，打开。打到什么呢？姐姐喜欢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是John的蛇，接纳的。这个是宠物当家。今天他抽到的是大奖，好的礼物。这只狗在窝里很适合，你看。装的你喜欢吗？我送给姐姐，谢谢娇娇。有这个会有。我打。哦。哇！厉害了，可以拆下来，但是很酷哎，真的。哇！这是里面的公仔，还有配件哦。嗯。还有这个三层楼的屋子。哎。哇，这萝卜很酷哦，装到拿出来。他咬出一只钥匙，这太厉害了。嗯。好，我们放上他的家具吧。下面的。哦。还要给他楼下。哇！萝卜给楼下的兔子啊。太像巨人了吧？哎。哎。转个圆圈，转个圆圈，再见。这是你和杰娜的第二局。他叫你给他发亮的。等等。杰娜，你要金色的还是要红色的呢？好吧，一二三，打开。这个。这是棉花糖。这我的花很大，这个。装的真的拿到不好了嘞！你很喜欢啦？马上吃！好大个！看我的手掌！哇，太大哦！好像草莓味啊！哇，好重哎！我手指都累了。你们看这么大的棉花糖，大过我的头，哦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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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会赢，你一定要金色那个吗？妹妹可能是坏的哎，哈哈，谁开始呢？剪刀石头布。哇，我耶！你输了，姐姐开始。欢迎欢迎。哇，听出来了。这个啊。我这个。妹妹很喜欢金色这个。一二三，打开。哈哈哈可是你抽到这个哦，糖果玩具，有个小芭比坐在车里面哦。哇，芭比娃娃。哇，飞车。
大跳哎！我中哇！哇！爱心糖！哇，爱心啊，爱心啊！你看美得不得了哦！打开喽！哇，好酷、哦！哇！游泳池！哇哇哇！机！妈妈煮饭！妈妈还要煮饭！妈妈可以吗？吊灯。怎么游泳池会吊灯呢？好奇怪，我觉得。滑梯游泳很棒啊！芭比娃娃的游泳池。妹妹，你还是要选金色的吗？我要。不用了。之前是左燕选择了，现在到接纳哦。接纳，我这个，我这个。好，我们交换。好吧，好吧，你没有坚持你的金色啊，接纳。不要，我这个，我这个。好吧，好吧。好，准备。一二三，小老鼠？不是，是猫咪。意外大眼娃娃，谢谢你。妹妹果然是偏爱猫咪，爱猫咪哦，太爱猫咪。所以就是左岸抽到的比较好的礼物，还有接纳的这一个比较小一点点的猫咪。我们这可以看到它的名字哦，叫 Kiki。Kiki 的华语名怎么呢？琪琪吧，我看。琪琪。Kiki 超可爱的。这个是大的独角兽。东东娃名叫独角兽，独角兽，蛮美的，我喜欢。五颜六色的斑。Fantasia。Fantasia。我超喜欢这个。好，爸爸来了，又来了。我又赢。得，猜拳。剪大石头布，啪！这个，确定吗？一二三，打开。哦。因为太大盒放不进。这个可怎么办呢？哦耶！我很喜欢现在玩耶。这是 Jonas 开的好的，还有这个比较差的。太小了，我先开吧，红色。变成恐龙吧。红的恐龙很会吃的。很会吃。我知道了，这个是暴龙。手也太小了吧。太小了。小的太可怜了，这恐龙。啊，我太可怜啦，我的小手啊，太穷就好了。这个就好了。这里有珠子，这里还有贴纸哦。好了，对，好，贴好了。谁最多珠子就谁赢哦。我要赢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盒子乱了。妹妹有三个，总共十多个，八个吗？13，请叫我13个。三，最后一局的礼物来啦！我要赢！好，现在是谁先选？一二三，开！哇！哇！这是什么？哇！还有狗，还有兔子，所以 Jonas 抽到的是好的哦。不懂什么牌子的乐高，好，我打开这个了。好，我抓吧，应该是这样子。巴斯光年，后面会喷火了。我们打开吧。做猫老鼠，好，现在猪爸爸是做猫咪，装了抓老鼠，好，耶、yeah ！现在变得你在完成老鼠是吗？因为老鼠太难了，不好意思。所有的姿势，你是说姿势？装了是完成的姿势。对呀，哇！好歪头，我才做了这么少，
眼睛很像了，你看那个是老鼠的。姐姐厉不厉害？姐哦，鼻子成型哦。我的老鼠完成了，拿着你的，我的老鼠完成了。九 N 很厉害哦，可以做好老鼠。做好了。其实这个雷勾会这么复杂，其实因为它有很多地方给它可以做灵活的，灵活在嘴巴也可以哦，它脸部有表情，而且还可以眼眉毛哎。你够胆就来抢我的姿势吧。好笑哎！你们喜欢哪一份礼物呢？我喜欢猫咪那个，这个独享这个猫咪是不是？很可爱。